运动睇到我哋嘅两支大型挥春啊，人民力量回水八千，我哋希望咧香港政府喺嚟紧嘅一季财政预算案咧，可以好似佢旧年咁样，因为旧年咧民怨太大，亦都咧民生困苦，所以咧政府嘅财政盈余咧都系太多，我哋咧系建议政府系回水嘅。咁旧年政府咧终于都跪低肯回水俾我哋，今年咧虽然香港市民的民意都是希望香港政府继续还富于民回水，直接回水，但是时下很多政党都认为是反对回水的，所以我们要下来维园这里，希望收集市民的声音，我们派的一些回水八千的挥春和年华，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支持我们的可以拿回张翻嚟话俾你嗰啲区议员啊、立法会议员知道，问佢哋究竟支唔支持喺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回水八千？回水八千就系我哋今年人民力量维园年宵嘅主题。呢个回水八千嘅运动咧系刚刚开始。昨天咧，我哋已经将一部分嘅签名咧交到去政府总部，交到去咧财政司司长嘅手上边啦。今天我們在維園年宵這裡繼續希望發揮真正的香港人的力量，要給壓力香港政府在接下來這季的財政預算案繼續這個回水行動，回水八千。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今天打扮成財神，財神爺的打扮，我們這個財神當然是支持回水的啦，咪我哋回水八千，所谓嘅财神系咪啊？所以希望大家努力支持，知唔知啊？街坊朋友埋嚟同啊呢个大旧财神咧影翻张合照啊！回水八千啊！